中华新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要带各位来吃好吃的哈，来旁边这位美食专家介绍一下，我们这个是什么？我们就是最有名的、最有特色的永安龙胆石斑鱼。哦，哎，永安龙胆石斑鱼，是，这个是世界名产呢。是的，是的。据说好不好吃？是很好吃。我们这个最有特色就是它的最 Q、最 Q、最滑的那个皮鱼皮。这个是石斑的肉吗？这个是龙胆，龙胆啊，这个是标本、啊。是龙胆的，龙胆的鱼皮是最 Q 最好吃的地方，这属于宴席料理。那我们永安呢？永安鱼会就是把它包装成300公克的鱼排鱼片，请各位观众可以有够什么都有。我们有非常丰富的做法，就是包含了我们春夏秋冬都很适合食用的石斑鱼。每一季都有东西吃就对了。是的，是的。不同的料理就对了。是。这个就买一个这个东西，那就会送这个食谱、哦。是的，我们是只要你有购买的话，我们就会送你食谱，让你可以去料理。万一我们自己煮出来那么难吃、啊、你们都弄，我们有发明一个懒人包在这里、哦、这里有帮你铺好汤头的，对，龙胆石斑鱼片只要加热就可以吃了。是的、我想观众朋友不会煮菜的这个是可以的，对，这是你的选择、啊、如果观众朋友他觉得自己他的手艺很好，那自己料理也可以吗？是的，那就是比较实惠的价格、哦、我们三百公克定价、欸、石斑鱼是一包300公克以上是300块，那如果是龙胆的话是450，这是展场4天的价格哦、欸。就今天来这边有特别优待就对了。是的。那平常网购就是有就对了。嘿，网购我们是2000块免运。那这个、嗯、你们这随时都有货吗？还是要等季节？还是抓到这个都是养殖的吗？石斑鱼四季都有养殖。都养殖的、哦。是的。那像这一次台风啊，说风灾、水灾，这个有没有影响？哎、欸，今年我们永安很幸运，我们目前没有任何的损害、哦。所以今年可以吃到好吃的石斑鱼、哦。是，它的价格很稳定。所以观众朋友今天要把握时间，尽量要来吃一下这个石斑鱼。是的。哦，真的哦。嗯，那也欢迎大家到永安来玩。啊，可是我感觉上好像你们都外销，台湾都吃不到。所以啊，我们鱼会为了弥补这个大观众心目中的遗憾，所以我们才推出这个特色产品。对，爱台湾嘛哈。是。爱台湾的老百姓嘛哈。哎，那我们的石斑鱼来帮我们曝光一下哦。好，来。我们有三种口味。来看看，这是我们推出的龙胆石斑鱼片，还有龙胆石斑鱼排，请各位观众哦。有到有我们永安或是宅配都可以。啊，这个就是你说450就这个。哎，是的，450，300公克450，我们帮你片好了，就像这样的鱼肉。哦，啊，这个都很新鲜的哈。是，就是急速冷冻。急速冷冻的哦，所以说吃绝对没问题的哈。没问题。OK。而且啊，有网购吗？平常我们在哪里可以买？如果没有网购，如果像老人家不会网购，因为我们通路吗？我们的通路是网路上，我们会有曝光的消息。那你们可以到农渔特产中心，我们会在那边进驻。在永安才有吗？永安还有高雄的农渔特产中心。农渔特产中心就可以买得到，是，就随时都有在那边住在那边就对了。是的。要吃这个好吃的永安石斑，是，到农林特产中心就可以找到。是的。真的哈、哦，好，谢谢你啊。谢谢你。谢谢。自我介绍一下。好、哦，是啦。好、哦，各位，各位观众，我是永安区渔会黄于清干事。是哦，那、啊、你说是鱼会的会花就对了，是会花旗呢，对，讲水的地方了，是，谢谢夸赞，好，没办法哈，讲水的地方了，好，谢谢你，我们永安最有特色的就是家政班，还有世建会，哦，世建会是展牌那个世建会哦。当然不是咯，就是渔村青少年的世建会。那我们这些都是家政妈妈还有世建的小朋友他们所做的 DIY 手工艺品。是哦，这么漂亮哦，这个是买的哦。这个我们目前呢，这个是属于我们要培养渔村妇女技艺，所以我们对这边的人，我们的民众呢，就是介绍一下哈，这是我们 Q 版的石斑鱼布哦，来欢迎到我们永安这边。好、哦，来看我们的石斑鱼一些手工艺品，相关的手工艺品。哦，啊，这个可以摸。对，是。那我们永安有田妈妈班，那田妈妈班有成立一个古早味小吃，那这边的是它的产品，它的产品模型。哦、这个是还有，嘿，还有这个产品的、啊。是。传统小吃的哦。它就是最有特色的石斑鱼曲鱼丸，这是平价小吃。哦、还有这个，这个是鱼排。这个是花枝丸嘛？花枝丸，这是黄金虾卷，
哦，那这个最有特色就是九层塔花枝酥。啊，还有这个东西哦。是的，是的，这我们自行研发的，就是田妈妈研发的。哎，以前好像没有这样拍看过，然后市面上比较少。我们田妈妈班呢，它是做最精致小而美的小而美的推广。嗯，然后要配这个米酒这样吃。是是是。这样会醉啦。啊，谢谢你。是这样。好，谢谢你啊。不会不会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们刚刚有开放试吃。哎呦，我们记者太慢来了，所以没有吃到。不过看一下也过瘾了哈。好。下次来永安玩。下次去永安再好好吃一下。好，谢谢你哦。